众所周知，周九良和朱鹤松曾经是室友，关系好，关系好都不错，相只能说相对关系好呢。朱鹤松老师是我的学习的榜样，那是他室友啊，对，那是对，那是我心中的捧哏巨匠，向他学习，向他致敬。很多优秀的捧哏演员呢，是吗？啊，那您给。这不算啊，这算个人感情。什么都不算呢？啊，我说什么？不算。行，还有他啊，有他。你怎么还不死？哎呀，贺兰呐！哎呀，我躺了。你不知道，知的知是室友同事关系，不知道一边俩是同性恋。下了班视频，咱哪吃啊？这是家里给我做饭了没？后台老师，昨天晚上半夜12点给我炖鸡爪子。但是，巨匠结婚了。不行，当然挠了，对。周老师，对，刚才提到了，刚才挠完，对，这个上台一看，一说话，大伙儿也发现了，可能这周老师这个嗓子最近不太好，哎，这其实就是昨天开始闹得不好的，昨天之前啊，还是活奔劲儿，昨天啊，就是确实呢，他的最好的朋友结了婚。他的好室友啊，朝夕相处那么多年的室友结婚，朱鹤松老师，对，捧哏巨匠结婚了。对，他呢去了之后，好好家伙，突然间一道鹤影，啊，打那啥来一个他家的女亲戚，就跟那个疯猫一样，扑在了周老师的后背上。最后。